緊張啊！你話點算啊？第一次同佢約會啊！帶啲咩 con 好啊？嗯？約會中咧，最緊要就唔好濃，最緊要就係望得舒服。帶咗呢一個 Lucia 嘅 Almond Brown 咧，可以提升親和度啊！襯翻一個橙紅色嘅 Eyeshadow。温柔得嚟咧，有少少 bling bling blush 方面咧，浅粉红色，小女人得嚟又可以提升温柔感。嘴唇方面咧，沙鲁色啦，带出温暖感。讲时间啦，唔讲先啦。下午時分，拍攝工作如常。除了甜美之外，我還想打造一個新鮮的硬朗妝容感。想要營造 cool 一點的感覺，我會用 Lemon 的 Water Water 這個灰藍色的大眼眶，輕易營造混血妝感。其實只要用少少 Nude 色加強眼泡輪廓，再用深啡色的眼線拉長眼尾，混血感覺即時出來啊。虽然我好少夜生活，但好朋友的生日派对我都好想参加。衣着上我不会揀特别鲜艳的颜色，反而会着重剪裁的特别，配上简单的首饰已经可以好尊重场合了。不过 party 妆容我认为可以小性感，戴上 Idor 的月光 Milky Grey， 灰黑眼珠即刻变得好精灵，而且带出华丽感觉，配上闪粉、黑色眼线和酒红色嘴唇，就算在较暗的场合都可以突出妆容的特别。